个和牛啊，在这个阿库呢，在日本是非常出名的和牛。嗯，好好吃哦。这是我第一个做的，我的帐篷是不是超可爱？哎，其实可以塞到两个人，一家人带小孩出来，让小孩在里面休息也是很棒的。给你们看看，家煮咖啡，世界上的哟，コーヒー作ってるよ。这边还可以喝咖啡之外呢，还可以吃东西。带你去看看这个吃东西就不得了了。就这样，就这样。嗨！今ねご飯作るんだよ。你看。这个和牛啊，在这个阿库内奥斯曼很有名，很有名，在日本是非常出名的和牛，它是 A5 等级的。然后呢，就是那个鹿儿岛的和牛本身，它本来就非常非常的有名，他们就是有很多什么黑猫牛啊什么的很有名。但是呢，这边这个地区的和牛里面，这个牛肉是最顶级的。そのまま、うん。じゃあそのままで。みかん。いただきまーす。う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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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好吃哦。不是。超好吃耶。这个油脂不会让你觉得太多，然后它你吃起来它是甜的，好好吃哦，而且它真的是入口即化，太好吃了，它就是哦，像很像吃棉花糖一样，就不用不用不用，好好吃哦，哇，嗯嗯，好神奇哦，卖，就它的吗？いただきます。超好吃耶！うまい。ね、美味しい。めっちゃうまい。めっちゃうまい。